怎么就我一个人呢？怎么回事？漂亮！啊，谢谢谢谢。今天怎么都是粉粉嫩嫩的呢？几个男孩子们呢？怎么就我一个人吗？感觉这是公主们的茶话会呀！一起喝安慕希吧。 是我在娱乐圈最怕见到的人，真的就是又白又高，我在他旁边就会显得又黑又矮。我还是坐下吧，你就坐这儿吧。跟我最怕见到的人坐在一起，那我会显得我很高大，反应很强。不会不会不会。哎哎哎 ，Hello，Hello，Hello。你是公主风。 然后你是时尚风，对。然后我刚刚跟何穗说，我说你上场能不能穿拖鞋？啊，对不起，我坐下。何穗是我们所有人都最怕遇到的女明星。啊，就是这样吗？Hello， 陈潇。Hello， 好白呀，好美啊！你刚刚直接把鞋偷走了。<笑>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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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都是女生们的派对。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时装周。大家应该都为了出席我们这次活动进行了精心的装扮，但是呢有一个特别情况，就是我们其他兄弟团的男生到现在为止对于今天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们现在都还没起床。真的？我们五点半就起来化妆了，他们还没起。黑衣人会直接冲到男生的房间，把他们带到 T 台。我最喜欢这样的环节了，太好了。我们会在这里看男生们依次登台亮相的过程，根据他们走秀的状况来对他们进行打分。哇，好精彩啊！我们现在去男生的房间敲门了。好尴尬、啊。露已经开始了，我鞋都没穿，这么夸张？我有秘密任务，发生了什么？就这样就去了？好啊！欢迎来到2020安慕希奔跑吧时装周，让我们有请第一位走秀嘉宾李晨。欢迎李晨。好惨啊！羞涩的探了探脑袋，他没有穿鞋。这位嘉宾他走来了，他光着双脚走来了。好坦然哦！我要选李晨哥，自信有没有？自信。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我做片场的，对对，现在很容易被保安给拉下去。太多。我们这一刻应该把目光聚焦到穿着睡衣起床的李晨，看他炸毛的发型就知道。刚刚从床上被我们的导演拉到了现场，他好棒啊！我觉得第一个好精彩哦，走秀小天才。
一二三，我想7.5。哦。海哥，露营已经开始了，现在请你马上出发。怎么，我还没化妆呢？不用化妆。露营已经开始了。什么情况？这么粗暴吗？现在？让我们有请郑恺。王珂在没有灵魂的鼓掌。他拿着刷牙杯就来了。他是被压上来的。还穿了袜子，还戴了表。有一点点尴尬到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感觉。什么情况？你睡觉不摘手表吗？在还吃早饭呢。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拿着刷牙杯的郑恺。咖啡，咖啡。你郭麒麟，开始录影。啊？准备好了吗？我能拿手机吗？不能，不能拿。都让谁带走啊？这是开始录影吗？这太快了。都下干嘛了？干嘛了？我听着音乐不敢下去的。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救场男嘉宾，他是郭麒麟。让我们有请郭麒麟。早上好这格子裤衩也是赢了。他来了，他驼着背就来了。很可爱啊。我正打算上厕所呢，你给我叫出来了。上一半、啊、对不起。那倒不至于，刚要打扰你如厕的时间了啊。喂，不换个衣服吗？天哪，这么多人。不会吧，我不要这样出去吧。这什么意思，这开 party 吗？这是你们确定不让我换一个衣服吗？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第四位秀场男嘉宾蔡徐坤。别躲了，别躲了，镜头都对着呢。啊！不会吧，学校还穿成这样？这也太精致了吧！还是帅的，还是帅，也很白。过分了，穿成这样。过分了，穿成这样。过分了。去哪儿？没办法了，太精致了。天生的时尚感就长在骨头里的呀。你也太华丽了吧。相比之下，郭麒麟就是土石。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秀场男嘉宾了，老沙。跟背景板好像啊！这是奔跑吧时装周，有请沙溢哥秀台。这一身是老头衫吗？哎呦，这个皮拖鞋很精致。
我以为我一个人走呢。哎，这边，不能回去睡觉啊！哎，你这太帅了，你啊，真假的？这天理难容，也就他，你看我们都一样啊。我想问一下，这双小皮鞋是你随时带出来的吗？挺精致、啊，浙江皮革厂，哎，这生活过得挺精致啊，这小皮鞋。等一下，老沙，你睡觉穿长裤的吗？保暖啊，我怕这各酒店空调度数不一样，你知道吗？护住膝盖，对，老沙里面有护膝吗？护膝到这儿摘了，有点捂得慌。好了，各位现场的来宾，我们这一场2020 MC 奔跑吧时装周，不是只有男嘉宾走秀的。哎呦喂！没事，别激动，一起来迎接我们奔跑吧时装周的各位女嘉宾，让我们有请仙气飘飘的中国超模何穗。来，来迎接我们奔跑吧时装周的各位女嘉宾，让我们有请仙气飘飘的中国超模何穗。哇哦，我的妈呀，为什么，我的妈呀，为什么这晚上睡觉穿的吗？差别太大了，真的。这样，回家还来得及。来得及。太过分了！欢迎！这哪是睡衣啊？欢迎！我就穿着这个睡的，我以后穿西装睡觉，我穿晚礼服睡。好，穿这也睡觉不扎的。为了美丽要付出牺牲。让我们有请以严苛要求打造完美身材的张天翼。哎呀妈呀！我们垮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卡槽都立下来了。玲玲，你快给咱挖个洞，咱们赶紧钻了，好吧？不是，这边来，我给你。请给我们20分钟回去捯饬一下。我5分钟就够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是对男嘉宾的侮辱。行，你回来吧。我们也就算了。你让蔡徐坤以后怎么混？哎，他坐在这边，现在还是可以混的。那你让除了蔡徐坤以外的人怎么混？对，我们也是在时尚界有头有脸的人。那你是错误估计了自己。我再也去不了米兰时装周。行了，你减肥之前去不了了，真的。让我们有请邻家小仙女宋轶。哦。节目组没少花心思啊。
怎么还有舞蹈环节呢？上才艺了，一会儿你们在这里头挑助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晋时尚宠儿宋妍霏。哇！上才艺了，才艺了。宋妍霏，你发没发现这个像镜子一样？是睁不开眼睛。完，我们看人家，感觉我们都如痴如醉的。其实就是睁不开眼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他是人气歌手，也是演员。让我们有请陈潇。哇！今天是我们选人，还是人家选我们？有我们有资格选人吗？咱都有备而来。我先问一下，是不是这个五位女嘉宾出场就可以了？那个我们就不看了吧？啊，咋的？挑上了还那不看了？这不已经够了吗？还要我看？欢迎 baby， 你看Angelababy。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自由驾驭各种风格的时尚 icon， 更是横扫各大杂志封面的潮流风向标 ，Angelababy。哇，要唱歌，要唱歌了吗？要唱歌了，要唱歌了。吃惊吗？害怕吗？哇哦 ，You can really 唱歌。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影。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我喜欢你，爱我的心，牵住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看见了，妹妹。你们在舞台上此刻有多耀眼，在我们的男 MC 眼里就有多扎眼。虽然在服装上我们没有准备，但是气质这件事情一直拿捏得死死的。确实快死了，确实是帅死了。我反对，气质在哪儿？这还不够气吗？我们还不够气吗？我快气死了，我都。有了。太过分了。接下来要请出最后一位压轴男嘉宾。他是最受关注的演技派国民小生，是随性而又时尚的绅士，让我们欢迎张翰。哎，过分了。哇，精致，帅啊，帅。走到头，感谢。张翰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奔跑吧，早上好啊！
早上好。看到身边五位兄弟各个素颜然后起床的这个造型，你内心什么想法？对得起我吗？我内心特别的愧疚。我觉得坤坤的那个衣服也不输给张翰，都是条纹的，他还多一点，裤子也是条纹的。坐一起，哥坐不到旁边，显得脸更大。一眼看过去，然后这边在发光。我们作为奔跑吧一年一度的时装周，我们也邀请到了时尚领域最厉害的时尚达人，他们是知名杂志时尚 Variety 创始人 CEO 吴晓先生，商务时尚大咖钱金波先生，知名时尚博主吉良先生，安久成、李晓先生。哇，感谢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陈欢请先入座。那在我们正式公布今天的规则之前，先请我们在座的六位女生为最后一位男嘉宾张翰来进行打分。我们也没有打过分啊，怎么就给张翰打分呢？给你打过了已经。你们在哪里能看见我们？电视上，还有大屏幕，这都直播出去了。嗯，六位女生根据男生的走秀表现打分，按照得分高低将男生分为不同的三个时尚等级 High fashion Low fashion No fashion。 实至名归，我们走了，公平。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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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不拜拜拜，不录了不录了。真的是这啥，一哥在这儿，我俩是 No fashion。 嗯，行行，你把沙溢放在什么位置？深受中老年评委的喜爱。哪有中老年评委啊？中老年什么委？什么？我们改分吧。改！三个 no。本次我们奔跑吧和 Variety 杂志展开深度合作进行杂志拍摄，因此2020年的七月刊杂志封面将是奔跑吧六位兄弟团成员。进入时尚界了。该杂志自创刊以来登上其封面的都是极具专业实力、行业影响力、时尚度、热心公益事业的领军人物。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七月份的公益电子刊，要额外的呈现艺人和非遗手工艺品的大片，岩川布堆画、朱仙镇木板年画、桂林壮景团扇，这些非遗的手工艺品都汇集了民间美学的文化瑰宝，他们的设计理念一点不输现代的时尚。因为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胜年，因此这一期的电子刊的收入将以时尚 Variety 杂志、我们节目组以及拍摄嘉宾的名义全部捐出，用于非遗扶贫项目。接下来12位嘉宾男女搭档进行今天的竞赛，最终获胜的组将从最后的 High Fashion 组中产生。首先，我们第一组搭档已经产生了。啊？没有选都不选的吗？没有选吗？因为 Angelababy 是我们兄弟团唯一的女生，所以你今天的搭档就是我们特别的嘉宾张翰。我终于不用跟你们。张翰，其实他是个男的。我知道。我们这儿是女的。不好意思，汉哥。耶，开心。剩下的10位嘉宾从男生来选女生，从 No Fashion 组先开始。哎，有优势，人万一不选咋整？不选你怎么？啊，我们有拒绝的权利。他们还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不可能，我跟你说，咱们节目一定有逆袭。快去。那，你这个身高，你就不让在这儿。怎么了？胆儿是真大呀！真是，我觉得全场只有坤坤一个人的身高能和穗儿站在一块儿。我觉得你的时尚理解特别的 low fashion。我对不起，我是 no fashion。我特别想在时尚圈有更好的发展，
岁岁，平安。我想要，我想要拒绝。来，等等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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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不是，拒绝了，已经被拒绝了。不是，我没有选你。啊。郑恺都碎一地了，这男人的自尊让你整稀碎稀碎的。小娇，我跳舞也还不错的。你继续。有没有机会一起排个舞，我们双人舞尬一下？吸取我的教训。可能不太有。那也没有关系嘛，是吧？我没有说要选啊，我只是说可不可以一起尬舞，对不对？哎，你看，菲菲。挨个试啊，我的妈，胆儿真大。刚才我看你跳舞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吸取教训，谢谢。不是我这样会不会走一圈一个都不选啊？全部转身，吸取教训啊！灭灯灭灯，打圈去了是吧，哥？拿个杯子打圈去了，敬酒去了。我先干了，我看出来了，这是个悲剧。你拿个悲剧，你能好吗？你想想。你从出场就拖了这个悲剧出场。哎呦我去，我郑重其事的给一次。给一次。加油加油。要这么久吗？我们关系挺好的。对，我们别因为今天的合作在那个，我真的不能剪，我真的不能剪，我来帮他剪。哎呀，稀碎呀！哥，对不起啊，哥，这两回事儿。不怪你，我觉得这是导演组故意又一次要刺伤我内心的一个环节，你知道吗？外边的小姐姐都不想选你，为什么你还不选我呢？说不定我就接受了呢。你算了，你恨哥已经在这儿站着了。你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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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雨辰自己选择。我不敢去了。你一向以老实本分示人，勇敢点。宋老师，您可以答应我的请求吗？这说完了吗？虽说我现在是 no fashion，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 high fashion。 可以可以。哇，在这在这。恭喜恭喜恭喜。道喜道喜道喜。接下来坤坤开始进行选择。好，我觉得这样，我认为全场只有你一个人的身高可以走出真正的 T 台时尚，你需要一个和你有一模一样气质的人。我得垫一下啊。垫什么？增高鞋啊，增高鞋啊。还能垫增高鞋呢？可以在袜子底下垫。好，那我选了，导演。可以可以。好，我选那个何穗老师，因为是老乡来的其实。哦，对，温州老乡。如果我今天拒绝坤坤的话，是不是我就是第一个拒绝坤坤的女人？不要吧，这样不好吧，这样不好吧。何穗，何穗，我要试你。但是我不敢。我要试你，我就。但是我不敢。话都没说完，凯哥话都没说完。接下来到我们 high fashion 的两位进行选择的时间。我们小的先来，小的先来。那我就，哎呦，这几位。那我就。玩个游戏，你是不是想多了？这家伙在脸上这么学吗？我跟你说，要不要把叔叔也叫过来？是真正的叔叔。那倒不必了。我很盼着你能交个女朋友啊。
麒麟，有就不错了。看看这儿，别不知足，别不知足啊！没有没有，那我就。我都累了，别别别别别别，行，那我既然看那个张女士累了，你愿意歇会儿吗？咱们一起嗨翻身，我们高起步。但我有一个要求。还有要求？啊，你先说。就是你别再用你那个小月牙的眼睛再瞄其他人了，行吗？哇！哇！哎呀！不错，我这行吗？好吧，我愿意。好吧，我愿意。谢谢。接下来请沙溢哥，到你。在翻身这一块，哥现在已经是嗨翻身。您知道，您长得特别像我舅舅。您长得特别像我舅舅。你家谁长得像哥呢？你家是爸爸。哦，这是亲闺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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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亲了。那行了，那没办法了，这有血缘了。我还是选择他了，好吧。啊。完了，我这完了，你被翻转了。我得罪了，我得罪了。没有没有，我想的，我现在想了。现在想了。我现在特别想。不是，等一下，刚才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导演组说有拒绝的权利的吗？合着就在我这儿试验了一下效果，就再也没有了是吗？实在不行，我和安慕希一对也是可以的，浓浓的超好喝。不好意思，中间拖累你了，拖累你了。谢谢。来。那么恭喜大家，我们今天进行挑战的搭档组合就已经分配完毕了。分头吧，时尚。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时装周的后台。大家都知道，时尚对于潮流和流行具有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超前概念的时装进行驾驭。同一个组别的两组分组，然后进行走秀，获胜的那一组会上升一个等级，失败的那一组会下降一个等级。晨儿，这有一个适合你肌肉男的。这件很好看啊，这件超可爱。张翰，我觉得这个你来吧。这挺好，挺有意思的。这个也好，我喜欢这个。这给你。这个好可爱哦。我其实可选项不多，我感觉。这个很适合凯哥。这个头套实在是我觉得有点难以驾驭。好可爱哦。浑然天成。性不性感？真的是 no fashion。何穗，你能 hold 得住最后面那个吗？就穿这衣服上面，我其实无所谓。你看，人家是专业模特，不管给我任何衣服，我都可以用自己的最好的心态把它穿出去。录综艺，那我做一下效果，我不要，我不要。我们可以去揭晓哪一套由哪一位嘉宾来驾驭它。我要死了，我要中暑了。因为我一摔倒的时候，你就是不在着我的头发。四个人先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走，是不是？要不然两个女生先，好吗？两个女生先的话，我们第一个女生出，然后站到楼上。我帮你拽一点，可以的，出来。是，走走走。带不进去的吗？是。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奔跑吧概念时装秀。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Low Fashion 组，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何穗，她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独立女性，飒爽的条纹西装表达着做事既专业又有条理，蓬松的头发说明即便事多如麻也不会乱了头绪，而我内心的强大犹如战士的盔甲。Baby 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尺度。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一把尺的话，那它的名字应该叫公正，
爱就是他的刻度，善良就是他的唯一标准。徐坤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童心。童心是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最神奇的宝藏，拥有童心的眼睛看世界都是彩色的。如果有一天你的童心失而复得，那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珍藏。可以了吗？张翰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消费。这是一张那个账单，他像一台 POS 机，账单就像他的口香糖，嚼两下就吐出来了。别看他每天买买买，生活的智慧都在他的清单上。钱先生有没有觉得这双鞋特别的耀眼？高跟鞋。哦，这个是红蜻蜓三五时尚社交的女高跟鞋。走走走，咱第二组了，咱就开始了。咱们也是，你们俩女孩先走啊，你们俩看谁先走，完我们男生在后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 High Fashion 组级别，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张天爱给我们带来的主题两面。万物皆是辩证，凡事都有两面，哪一面是阴，哪一面是阳，哪一面是好，哪一面是坏，都想要面面俱到，却往往面目全非。今天就算在蓬头垢面，我也要独挡一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陈潇给我们带来的主题人生选择题。当你开始做选择的一刻，答案就已经在你的脚下。这还真的好适合他，对啊，蛮好看的。你知道选择停下是一个错误的选项，你更知道前进才是你唯一的方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沙溢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关注健康。都拼了，都把自己所有的特长拿出来。年已不惑，身材走样，脱发严重。仔细看，他是郭麒麟。在懒的武侠世界里，我早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么热的衣服，你看我都懒得擦汗了。他缠住了，改穿面了，这改穿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最后一组级别，他们是 No Fashion 组。这场走秀就不要再说我们的名字了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掌声有请 No Fashion。来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宋轶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束缚。哇，这个有厉害。四肢的手舞足蹈也无法让你的心灵成为一个灵动的舞者，但是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挣脱束缚的方法，让灵魂也去度个假。这便利贴男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晨，主题职场精英。多负责拍照，咱们新出的 OPPO。With you。这看不见人呢。每一张迎风飞舞的便签条都是每天面对的 schedule， 越贴越多，直到自己的双眼也被蒙住。哇塞，现在走来的是宋妍霏，主题坚强只是表象。哇，你好可爱。仙人掌的坚强是他在和这个恶劣又残酷的环境做对抗，在生存法则里为了艰难地活着而不得已浑身是刺。你有多坚强就有多受伤。
最后出场的那一位，因为之前的选择有点受伤，他是郑恺，他还是勇敢的来了，看我气势熊熊的走来。再仔细看我的脚，只穿了一只鞋，我要告诉全世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你看，你看，疯了，疯了！谢谢，谢谢 No Fashion 组的四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秀。就我们这组是特别严肃的，比较正经。没有没有，我们是泰国的路线，这才还 fashion 啊，不一样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接受时尚达人的点评。我只能说何穗你不愧是超模，哎，一般人很难穿出这套衣服，但是你把它穿出了一个自己的 high fashion 的态度。张翰的这一套，它其实体现了一种当代的消费主义，所以我觉得这套衣服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环保意识。大家好，我是红蜻蜓品牌创始人钱金波。刚才 baby 这一套带着所有的尺度，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面一句话，叫“四世同盟皆学问，人情练达通文章”。在对事业、对生活、对各个方面的把握，这就是时尚中的一种利他精神。时尚领域的达人已经把结果交给了我们的导演组。我们相信诸位评委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啊。公平、公正、公开，选我，选我，选我。Fashion 是一方面，另外你得看这个艺人演员对这个衣服的诠释，诠释很重要。时尚当中又渗透着生活。这啥玩意儿？这怪物，怪物。那现在通过大家的评审，我们来给大家出结果。恭喜 No Fashion 组里的郑恺和宋妍霏。你们可以上升到 low fashion。今天也要特别感谢到场的所有嘉宾，你们也可以享用由 MC 提供的美味酸奶。来跑吧，时尚！新车，这咱一汽出的新车，奔腾。你知道，对，你知道我是哪人吗？哪人？就是长春一汽的，我爸爸妈妈都是这长春一汽的。这段一定会播出去。啊，对对对，对。还点评一下今天的造型吧，除了你自己这身，你还觉得谁的造型好看？你呢？哦，真的吗？天哪！那如果不被安排我的话，你想选谁？选你啊。我们现在 no fashion 吗？蛮好的啊，没有包袱。人已经最差了，也差不到哪去了。我说戴个小帽，我刚才说我现在像，哎，好好看呀，高铁站，当然小红帽，翻行李，小橙帽，橙帽。到了，走，到了，嗯。哇，你看那儿，不愧是沉浸式剧场吧？沉浸式剧场，沉浸式剧场，好起来，好起来！欢迎各位搭档来到郑州建设摄影小镇，小镇重现了民国时期的老郑州风情，是时尚青年最爱的沉浸式电影潮玩地。那我们来到了电影小镇，就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时期的时尚吧。哇哟，怎么还有玫瑰花？这是要玩游戏吧？看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雕花。这个雕花啊？那为什么要放在面里啊？就是脸呗，脸会白，脸会炸。你一雕一出气儿。两组搭档随着音乐跳舞，音乐结束后，女生站到男生脚背上。齐步前进，男生需要在路途中叼起玫瑰花，率先将两只玫瑰花插进花瓶的搭档获胜。太难了吧？我们是内部竞争吗？
我们 no fashion 内部紧张啊？当然啊，谁赢了谁晋级啊！哎呀！第一组，请出歌。哦，这不是宽宽的歌。抽筋了，怎么被舅舅笑死了？傻子爹，老年 disco， 傻子爹太逗了，快，水长，走，你能说马上？抓着手，走起。抓胳膊，可以稍微分开一点，身体分开一点。走。能拿手吗？不能。你们能有手了？那你好吗？都活上了，啊，不好意思啊。啊，不好意思啊，哎，只能干扰了。哎，老师，啊，怎么了？好，再见。快点。恭喜 baby 和张翰祖获胜。沙溢，你干啥呢？哎，一耳朵给人揪了，太狠了。干得漂亮，公平，你们公平，你们这玩完的怎么就这样了？第二组，请准备，三、二、一，请出歌。我们是有默契了，对，有了，嗯，绝对有了。嗨，别看你现在嘚瑟的欢，一会儿让你拉清单。把枪跑了，这个往前走，这啥嘚瑟？为什么接了一声惨叫是什么意思？你要杀！哎！还给高富帅弄掉，没放进去，我的脚趾头踩扁了。你脚趾头踩扁了，女生更不容易，女生脚都这样了。走开。秦明，你的脸。
己的脸。离我远一点。好累啊。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往哪放？你把那花抢过来。妈，往我这边走，往我这边走。对，再往那边走，再往离开他们。放他嘴里也算赢，放他嘴里也算赢。哎呀，你把那个咬深一点，咬深一点，别让他抢过去。你把他嘴挡上，你把他嘴挡上。给推走，给推走。有这功夫能拿一个呀？我就想让你，我就要这个，就要这个。我有个办法，你把这花先给田爱，让田爱投，我看他能不能这样。哎，你好，你好，你怎么又来了？这俩人没一个好人呀、啊！又来了，哪找的嘉宾是？哎呀，这配对配的是真对呀！你脸照给谁呀？什么情况？天哪，这种画面！哎呦我！可以。我现在嘴里有一股玫瑰花茶的味道。我觉得都是你洗发水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组的挑战，因为第三组是 No Fashion， 你们是没有资格玩这个游戏的。你们要加强对抗性。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们的行进方式，两人三组，然后你们手要背在身后，这样的竞争会更激烈。手要背在身后。上道具。请出歌。摇滚乐啊，重金属。幼儿园广播操。打鼓吗？走，阿姨们，走快，后面手背。哇，腿太长，腿太长。哇，腿太长，腿太长。我先说。好，走。叼了个袜子，你叼了个盘子。
大家的等级排名又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互换名牌。不用了，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前往电影小镇里面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广场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项目。奔跑吧，时尚！就当是拉闺女了。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啊、酸奶，谢谢。我要一个这个，谢谢。安慕希酸奶，这是安慕希新出的芝士波波球口味的，赶快来尝一下哦。这个热量高吗？不高，不高。这，我要挑一个热量低的。是猕猴桃口味的，嗯，好，谢谢。上走啊，走你了啊！哎呦，我可以呀、啊，凯哥。哎呀，要有律动。原来在上海就搞这个节奏，你看，嘿嘿。No！ 啊，这什么？这个太吓人了。这什么、啊？刚做的发型，这个我多熟啊！这个，这个太吓人了。沙溢哥，这个你熟悉啊？非常熟。为啥呀？原来哥的智商也不是现在这个段位。这个这么说吧，现在如果你是1.68米的话，玩完应该是1.65米。给砸下去，不是给砸下去，可以哎，不是可以挡吗？肯定可以挡呀，手势。你这样，全给喝了。我们不研究了，我们知道是什么。大家一路进来应该感受到了电影小镇精致的民国时尚氛围。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就要比拼的是大家对于时尚知识的一些积累。水炸弹竞答，男女生分别进行游戏，题板会展示每轮问题的5个选项，哨声响起后成员们出发抢夺水炸弹下的座位，做到正确答案位置的成员得分，做到错误答案接受水炸弹的惩罚。6就是不能抢是吗？6就是一定会受惩罚、只有5个答案，有一个人是抢不到吗？先从男生组先开始。第一题是以下女鞋中名称错误的，这谁知道啊？来吧，导演，准备啊，三、二、一，哎呦喂！那是谁倒了？喂，这时候体重优势还是很大的。给我留个脚。完了完了，我肯定来吧来吧来吧。以下女鞋中名称错误的是，我都没听过什么玛丽苏鞋。什么呀？等。感受到体重的威力呀、我只知道它叫罗马鞋，就是这种绑带，然后四就是我们叫驴蹄或者马蹄。哦，是这样的哈、来，请看第二题。男生陪女生逛街最让女生难以忍受的行为是哪一项？那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最多的那一个，对吧？那我帮不了你们了。等会儿，没看完呢。我们现在先调查一下现场的几位女性，可以吗？可以，完全可以。何老师，
哎，我觉得是四。哎，咸东咸西，这为什么？因为你催的话，我就大不了就快一点。说都挺好的，我也知道他真的很敷衍，他懒我也能理解，因为他真的很无聊。四的话，他就是嫌东嫌西，那你还能不能让我买？那买单之后消失也可以吗？因为我可以自己买。大款，好。来，宋轶老师。三。因为我觉得懒惰其实没什么，就坐着休息一下嘛，然后挺好的，也许他觉得真的挺好的。买单时候消失是个人的理财观念，就不是很重要。嫌东嫌西，如果他说的好听一点呢，就给你提建议，所以我觉得是三。有三都不一样。我这样看，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这样的人成为我逛街的伴侣。等于你是做六 对吧？你做的第六。对，我也是三。我对，就是。你要来的话就不要叫，就一直快一点，快一点，我就很忍受不了。我是四，就本来心情特别好，就挑好了东西，然后你一嫌东嫌西，我心情就很差了，我就不想买了，我就想把你也就踢掉了。有以上任何行为的男生都别来陪我逛街了。你也是六是吧？你们的六六六啊。我晨哥，你有陪过20到35岁女性逛街吗？有这么狠吗？哎，这逛，谁小时候没陪妈妈逛过街？是不是？好，请准备。你不知道哪个，你都没有逛街的。加起来，加起来。你不知道哪个，你不知道哪个。不能欺负孩子，你怎么又挑六呢？对不住，陈哥，我亲近大自然一点，今天我就不信了。抬头，哥，没事，先干为敬，先干为敬。我很确定是三，真的，我很确定。为啥确定啊？100%是三。男生陪女生逛街最让女生难以忍受的行为是。谁来连着吗？三，就三啊。那么接下来是男生组的最后一题，让我对一次吧，真的，一题都没对啊，一题都没有对。有点面子。来，请出题。以下五款女士夏装中有一款是打底裤，两款是 legging， 两款是丝袜，哪两款不适宜直接穿外出门？那这都看出来了，透的吗？肯定不适合呀，这还能适合吗？我已经知道了。快快，你多提，快让我过去。四，三也不适合。三也不是，那我先做二吧，反正我不做六，万一二还不能穿呢。我这个要是错了，我告诉你们，我就把这袜子吃了。别！好，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以下五款女士夏装中，哪两款不适宜直接穿外出门？
为什么五也不是呢？你自己走近了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怎么可能适合穿出门？这都透的，这个这你都能看出来啊？啊，肯定不行，这个好歹我答对一题，真的。接下来我们请女生组来答题，加油啊，潇潇，咱一次也没答对啊。真的假的？咱马上就变 no fashion 了。女生来看你们的第一道题，来，请出题。100位女生的前期调查，最让女生反感的男生穿着是？啊，我知道了，只有最是吗？对，只有一个。都挺反感，我觉得都挺反感。哎，汉哥现在就是一号啊。主要是看脸，脸好看你怎么着都行。其实就哥的身材来讲，一二三五都不行，二都过不去我的身材。那我们准备了啊，3、2、1。最让女生反感男生的穿着是3、2、1。绝对是四，赢了，你赢了，赢了也被淋着了。有24%的女生觉得四号是最让他们反感的穿着。好，接下来请出第二题。在场5位穿格子的衬衫中，有3位是真的程序员，有2位是电影《小镇》的演员，请找出混在其中的2位演员。纯凭运气啊！大家好，我叫王永超，来自河南漯河。我目前呢，主要是从事于这个手机 APP 的一个开发，私底下就是比较喜欢穿那种格子衬衫。大家好，我叫马方圆，然后从事互联网 Java 开发。大家好，我叫胡志鹏，我目前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开发。大家好，我叫杨宁，我呢是从事物联网的前端开发。大家好，我叫任万博，我呢从事软件开发5年了，5年来上线的软件有上100个。你的嗓音一听就是一个话剧演员。5年上100个。行，大概知道了。没事，请请准备。那我随便坐吧。潇潇咋整的？那没溜没溜啊？咋坐溜了？究竟哪2位是演员？谁是演员啊？你以为呢？我以为选谁是程序员。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程序员一定要穿格子衬衫？是这样，软件公司一般会要求大家穿的正式一些，不要穿太随意，穿西装穿个衬衣啊，那就，但是穿纯白色可能感觉到很单调，所以就是穿这个格子衬衣的就比较多一些，就这样。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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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女生的最后一题，请出题。先来有请这一组的提面嘉宾登场，有请。提面嘉宾，哇，还有 BGM。哇，好美啊！
大阵仗了啊，咱大阵仗了啊。哇，这不会让我们分哪个朝代吧？啊，哇，这三个小姐姐好漂亮啊。各位嘉宾老师们好，今天我穿的是复原款唐制齐胸襦裙。唐装。我今天穿的是宋制圆领袍。我今天穿的是宋制长被子。我今天穿的是宋裤。我今天穿的是明制圆领蟒袍。我今天穿的是明制比甲。那这道的题面是根据前期对100位汉服爱好者的调查，当穿汉服出门时，他们收到最多的路人评论是什么？那跟刚才他们介绍有关系吗？我们还记呢，了解一下，了解。我们还记呢，这是唐的，那是明的。那一般人肯定就一见面，哎呦，这个衣服真好看呀，好看的嘞。拍张照，能和你拍张照吗？会更多一点。天，天。这是哪个国家的？听你的，听你的。那来准备啊，三、二、一，二。好棒！那我有个位置就行。我已经不在乎对错了。我信你的，郭麒麟，我现在就这样，我也不遮挡。别！我不遮挡，我就这样。不是你前轮赢过吗？没赢过。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当穿汉服出门时，他们收到最多的路人评论是什么？拜拜。衣服真好看，这个发型真好看。对100位汉服爱好者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人收获最多的评论是对汉服的赞赏。可能早期的时候穿汉服去街上会被饱受一种异样的眼光，说这姑娘怎么穿成这样，但是这样就是让很多人不敢去爱汉服，不敢去穿汉服。那么说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汉服爱好者呢，他们身上穿的每一件汉服都是非常精美的，我觉得每一件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工艺品也不为过。汉服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传统服饰，是我们一种文化传承，属于我们中国炎黄子孙的东西千万不能丢。好，我们来公布这一环节最后的结果。恭喜所有等级上升的队员，等级下降队员还继续努力。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环节，奔跑吧时尚。欢迎大家来到郑州杉杉奥特莱斯，来吧，这是超级购物季啊！不会让我们选衣服吧？这么豪华的吗？这太豪华了，这里。这个地方会不会显得每个人皮肤超好？然后把脸贴在离这个地方最近的地方。哇！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呢，是由男生为你们的女搭档进行服饰搭配。我觉得我有一种预感，你俩会撕，不是撕名牌，会撕，会那种撕，心灵上的撕了。那不一定，可能妇女的眼光差得更远。爸爸喜欢的女儿永远不喜欢，有一种冷叫爸爸觉得你冷。那在我们出去进行购买之前呢，先要进行一项挑战，来决定男生每个人用的时间是多少。那这项挑战就是画报还原。啊？什么意思啊？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每个人的画报，然后你们要蒙着眼睛去听好，让网友来进行投票，获胜队购买时间多少。你来吧，老李晨子。哎呦，你妈呀，这么漂亮，你瞧。责任重大啊，啊你把宋轶要是拼不好。君子游戏啊，真的看不见。摸好了吗？摸好了。
你们没有调整位置吗？没有啊。确定哈？确定。学完了，没完没完，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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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行了。好了，可以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请问这位是？问问当事人嘛，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代言你还能不能做了？相信他了啊，这是一张画，你的手在这儿和这儿，所以应该就是这一块。哟哟哟，哎呦，可以！哇哇，哎，好棒呀，这个。可以啊，玲玲。来，再来一个。不用比了，我觉得完胜。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张帝爱。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差点咽进去那口水，差点妈是，我这不用了撕名牌的洪荒之力，我差点妈是人带走。还可以，挺憨的嘛，就是一看就是老实孩子。好。哟，郑凯，你能不能挑战一个全网最快？我必须可以，因为你一直是跑男里最快的男人。我跟你说，甭管是不是最快，对，但我一定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好，三秒不。三米，三米，往上扔啊！飞过去，多少米？滚！哟，眼睛，好，鼻子最简单，鼻子就在中间，随便扔都是中间。哎，有了！哎，有了！这以后下雨出门存水是吧？这不行，这个。好了，好，好了。这个是怎么？印象派，印象派。这一看就是印象不好的那一派。有你复仇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真的了，六个女生同时开始拼，拼的是彼此组别里的另一组搭档的那个男生。你拼我。哦，我拼。不是，这五官不对吧？我看出来我的那张照片了，那鼻子哪是我的鼻子呀？不是，等一下，这才是整容前，这是王千源。对，王千源来了，真的人在这儿呢，真人在这儿。给我说，有没有这样？王千源加一，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哎，我已经忘记蔡徐坤长什么样了，是这样吗？是这个是正面对吧？对。我拼的应该蛮好的吧？来，鼻子，他这个最好拼了，反了，对 ，OK。哇，真棒，真的可以的。从 baby 他们先开始吧。哎，还行啊，挺好的，可以，还可以，蛮好蛮好。请贺岁加眼罩，加油啊！旁边那个人下巴怎么这么大呀？管。这是张翰胖的时候，汉哥对不起。特别好，天爱加眼罩，哎呀，不错，相当不错呀，真不错呢。主要是我五官长得好。潇潇，揭晓一下你的人物。是蟋蟀吗？看着大须子多棒，还可以，起码我的五官都在脸上。啊，请闫飞接眼罩。哦，好帅啊！也还好，也还好，好帅啊！跟本人有点本人神韵，有吗？有点本人神韵，你知足吧，不能再改了。你看见旁边那个了吗？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冯巩老师有点儿
冯巩老师。你等着冯巩老师给你发私信吧。我现在对冯巩老师跪下。我小安加大腰量。哎，大家想我吗？我想死你了。这个天爱说他本身这个人时尚元素就很强，时尚感很强，所以他什么都能驾驭。这个粉色上衣看着还挺好，很少女啊。这个和那个搭着好看吗？你现在对自己的认知判断出现了失误呢。您认识张天爱吗？您对张天爱了解吗？人家搭好的这是。我这审美我感觉不行啊。你好，您对张天爱了解吗？这真是眼都看花了。您认识张天爱吗？您对张天爱了解吗？行，那您这个找一个最小号，谢谢。37到38，您找一个。咦，这小帽看着，这么可爱，是吧？就这一个哈。行，谢谢您，我带走了。完了，这包啥的，鞋啥的，哎，没有，哎，这是一家买手店是吗？对，哦。这个，全要啊！以外都给我包起来。服务员，把这个包起来，这个也包一下。我跟你说，他们挑的都不行，他们也。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是，谁才是真正的购物狂魔？哎，这可以。不，我想让他衬衣，你知道吗？有衬衣和领带吗？衬衣不要那种，要挺一点。配饰呢，手上的项链什么的呢，都拿出来。哥，你是在给自己挑东西？你展示完了，我都拿走。你自己挑的。注意到 S 码吗？还有个包包，哎，这个不错，是吧？所以感觉是一个体系的，是不是像不像一套的？不错，这个好。哇，这个好呀，这个够时尚，是吧？这样的，哎，其实这个也不错，哎。来，这个也包起来，没事，咱们不怕多，好吧？嗨，简直是小天才，没有层次感怎么办呢？啊，还不差半了，5分钟。那这投了那家看吧，看完之后不行，我就那家直接拿鞋就搞定。微博投票的结果出来了，获胜的3张图，坤、郭麒麟、沙溢，所以砂锅菜会先被带火。哎，这个好喝。真的假的？我喝了一天，我觉得这个最好喝，凤梨柳橙的这个也挺好喝。但他们真的已经选了很久了，我觉得。你们的坑，你看上次。回来了，买完回来了。这么多行李箱都推回来了，欢迎你回来。这个箱子也是造型之一吗？那必然，那是必然啊。我还要再，你不是说饰品会帮我配好吗？我的饰品是旅行箱。对，怎么样？然后是粉色的。天哪，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因为什么啊？我总看到了什么？不是，我走道不拿个箱子，我不舒服。这箱子就算了，好吧，给请。完了呀，天爱姐，完了呀。不是，但是刨去这箱子，不是，但是刨去这箱子，啊、这个箱子，啊、这个、啊。完了呀，天爱姐。哎，麒麟，你以前有没有给妈妈去买过衣服？买过。我给我妈买了一珍珠项链，我妈说儿子我还没到50呢，妈戴不上啊。然后有一个这个短裤行不行啊？哎，这也好看。哎，可以。你看，哎，我非这一套还蛮好看的。剩下有一小包。啊，这个好，这个、哎、可以可以，这个好看。哇，这个好可爱哦。哎，这样看起来这一身我是满意的。OK 的。哎，这样看这个颜色很搭，很搭，这颜色很搭。怎么样，羡慕我的搭档吗？真是的，就羡慕去的。对，行，这我就还给人家了。哎，吓死我！我以为那个是我的呢，吓死我了。不是你的，这是不是我这个是给自己买的，给自己买的。你看，我是给自己买的。同学们，我回来了。天哪，你是给我买了3身吗？一定得满上。首先啊，我拿出一个 basic， 好不好？很符合你的气质。啊，时髦的。在这样的一个搭配下呢，我需要跟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哎，我需要给你一些设计感，这个就是艺术了。还有造型，浇花儿。天哪，我是去。这个包好，为什么这个包好呢？它一下子就在瞬间带你回到了儿时的感觉。所以我去上学的时候还要去浇花是吗？好忙啊，好忙。园林养护专业，我觉得这一身你只要换上了，我觉得就完美了，就完了，换上就完了。Anyway，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都是细节啊，对。汉哥都回来了。我相信你的眼光哈，沙哥这不得了了，我跟你讲，沙哥这沙哥求求了。我呢，确实是把潇潇的这个身材啊，考虑的过于娇小，我要了一个155的裤子，155的裤子。我166。你166啊？童装吗？不是。童装衣。我说不行呢，反正他这有个袋子，这你都不用考虑，你就把这儿系上就行，把这儿系上就行。什么缺德爸爸你？还好你没闺女啊，真的太难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但是整体造型可不得了了，里头是白衬衣，啊，咱这是一身的套装。天哪，这是职业装吗？卖房去吧，你别干了了，中介马上入职，一身套装啊，你看看这小鞋，整个颜色色系是一统一的，统一不统一？哎。还有个领带，老爹给你搭了个领带，行不行？最牛的啊，最牛的！哎，看老爹给你那帽子，王牌飞行员，王牌飞行员，怎么样？王牌飞行员，哎，还有一个小包，还有小包。这小包往上一框，我的啊，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去试去，闺女，快试去。裤子要实在不行，你就别出来啊。啊，去吧，吸点气啊，提的时候吸点气。Baby 平时的时候他穿礼服比较多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日常就是穿搭比较舒适的他这样的一个小裙子，都好看都好看。我好了，来期待了。哇，可以的。哇，可以的。嗨，哎，好看啊。怎么样？我超级超级喜欢郭麒麟选的这一身，怎么样？是不错，挺好啊。怎么样？好
好看、啊，感觉像九十年代初哈尔滨都这么穿。别像嘛，要有颗童心，是不是？我特别喜欢你的选择，是我特别喜欢你的选择。谢谢，快点。就裤衩有点短。不是不是，就是他搁在这。稍微有点短了一点，短了一点，短了一点。啊，好痛啊，好痛啊！哎，怎么回来了？宋女士，你东西不少呢。怎么没有花了？太心疼了，选这么多东西，结果只能选一套啊！啊，首先欢迎你来到奔跑。谢谢，来个仪式。希望你再来啊。好暖啊！展示一下，放在这儿呢，单品。因为一样，他们只能选一个，就鞋类的只能选鞋一个，选了一双旧鞋，选了一双什么旧？这是新的。哎呀，这个宠物看着也有点旧，也是旧的。咱先等会儿，咱先看看这包，来给个特写，这上面灰，你看看，这也不知道是二手店哪弄的灰，你看看。儿啊，你是不是打车回趟家，把家里的几个，你是不是去那个一律两元，一律两元。陈哥，哎，这是啥玩意儿？丝袜呀，丝袜呀。陈哥，你考虑太细了。平时最不能接受的穿搭的风格。丝袜。我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啊，坤儿给。睡来了，睡来了。哇塞。睡来了，睡来了，哇塞！可以呀、啊，可以、啊。哇！太好看了。哇！我觉得一切都特别的适合。哎，它这个颜色搭的也很好啊，谢谢。哎，我问一下，袜子是你选的啊？是，就穿这个鞋还要穿袜子吗？我决定把这个袜子也包起来，来帮我把这双袜子包起来，就是要这种反差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冲今天这一身吧，以后就是各大品牌什么一线的名牌什么要找我做设计的话，就避开这两个就可以参考。就避开这两个就可以参考。你避开这两个，从设计师到模特没有成功的。那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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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挺好的，完全没问题，挺好。这谁呀、啊？哇！呀 ，baby 啊！好可爱！哇！呀 ，baby 啊！可以啊，这身挺好啊。好少女啊！很少女，很少女。你挑的吗？好可爱。来吧，一起出来吧，两位。走吧。哦，我们来了。哇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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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看，又有同款玩偶，清新可爱，非常好，非常好。不是，关键我家潇潇怎么进去了，一直没出来呢？潇潇，你能不能穿进去啊？不能啊，小小子是不是为了把裤子穿上，心里都憋气都背过去了。小小为了穿条裤子，直接出去就可以了是吗？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我可以啊，好看。哎，可以哦，好看哦。裤子能穿进去啊？我1.55米的裤子穿进去了，穿进去了。
我都不敢相信。哎，怎么样？还行。跟他头发颜色啥搭不搭？我们这个特别好。你把眼镜给他们戴上。欢迎来到王牌飞行员申请。申请出战。怎么样？怎么样？放过来，放过来，给他们看看。哇，好看哦，好看哦。谢谢大家。哎呀，我的眼光，我靠，相当的独到。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条安慕希的丝巾啊，这安慕希和月游杂志的合作款呢，那我就把它搭上吧。好，现在我们所有的女生都已经穿上了自己的男搭档为自己挑选的穿搭，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最后的场地，决出今天最终的胜负。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明天公益电子刊的拍摄现场，包括我们杂志的群峰也是在这个场地拍摄。这些置景就是明天公益拍摄的一些样子，当然明天会有新的面貌。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的是最后一次等级排位的变化，将由我们时尚大咖朋友们来为大家进行最终的调整。他们的依据就是上一个环节男生为女生进行的穿搭。我们先从晨哥组和沙溢哥，你们这两组 No fashion No fashion， 我已经从早上你们给我的 High fashion 混到 No fashion 了。高抬贵手啊，意料之中啊。我这个叫流浪地球。上哪儿流浪呢？谁流浪谁地球。就是你看有宠物陪着是吧，然后累了可以冷了可以穿上这个铺地上铺地上睡，找一通道。我个人觉得潇潇本身她的这个蓝色的头发呀就很 fashion， 所以我就想给她稍微往中性一点去找一点啊。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沙溢最开始的设计是全部穿好打好领带，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绝不是，绝不是，绝不是。接下来我们要公布 B 等级的两组穿搭，去去展示出来，没问题，展示出来。你这是什么机器猫吗？大熊跟哆啦 A 梦。哎，对，可以是这个故事，可以是这个故事。竹蜻蜓啊，对对对，因为这是代表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儿。你可以从他从小缺失的得开始聊，就故事很重要。开始聊，对，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系之间，我是一个收出停车费的一个老父亲，然后挺不容易的，为了供孩子上学，你看包最后别说了，没事，为了供他上大学，然后这是他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顶帽子。前一阵儿。不是孩子突然脑袋受了重创失忆了，然后你把帽子找出来。对，我就希望他能找回这些过去的这份爱。哎呦我的天，是这样，我就摘了帽子就你谁呀、啊、但是你戴上帽子就得赶紧跑。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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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戴上就变傻了，摘下来才明白。嗯，凯哥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的故事是对童真的向往，我们的故事是对夏日童真的向往。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像闫飞这样的完美的身材，我觉得只需要最简单的穿搭就可以突出她的美丽。我们请 High Fashion 的两组进行讲解。那我来介绍一下 Baby， 这个主题是她永远都是那个小女孩。因为哇 Baby 在生活当中她有不同的身份，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会穿很多很成熟很有设计感一些服装，然后我是希望给他搭配一个他在工作到现在生活当中他不会穿的衣服，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 Baby 他有无限的可能，然后他可以在生活当中诠释好每一个角色。各位老师好，我是这一套造型的设计师。首先为什么我选择这一身简约的风格，其实女生她自己穿在身上最舒服的那个样子应该就是她最好看的样子，也是最时尚的样子。因为其实时尚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我选择了给她找一件
粉色的 T 恤在里面，因为其实最近的很多的时尚玩家也会把粉色的元素用来去打破常规的一些 look， 去做一些亮点去点缀它。粉色的这件衣服呢，它也代表了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她内心那个小小的少女心。她的这个帽檐粉色的圈，其实跟书包，包括她的 T 恤是呼应的。她是怎么从这些衣服里边找了所有她要的颜色，搭在了一起？那最后她手上拿的这个小绿植，象征着希望和生机，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她今天唯一的一点，就可能是衣服拿错号了，他拿的是小号，你看他都穿成这样了已经。那请老师公布结果吧。我们觉得李晨老师可能就是有很多想法在这个宋轶身上，所以我们最终被你的故事打动了。Low fashion 的这个部分呢，胜出者是郭麒麟这组。我觉得其实刚才蔡PD有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讲了，其实时尚并没有一个所谓高下之分，对，它是每个人态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想要今天在节目里面表现给观众知道的，时尚并不是只有一个样子，时尚可以包容所有身材，包容所有人的个性。我们选留在这个 high fashion 的就是蔡徐坤和何炅。其实我们真的想要给大家表达的，以及给现在今天观众表达的，就是时尚的本质是为了美，时尚的目的是追求美，但美是追求自己的美，而不是盲目追求别人的流行。接下来请时尚摄影无人不晓的顶级摄影师尹超老师，在我们 High Fashion 当中挑选一组拍摄我们最终的电子封面大刊。我觉得何穗、徐坤呢，不用我再去多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high fashion 的代言，给人的印象绝对在时尚是超一流的。那我今天呢，有一点自己的私心，就是我还没有和麒麟合作过，所以我觉得答案已经公布了，明天见，明天见，谢谢，明天见。我也希望他们明天能找到一点童真。好，谢谢，谢谢的。好，谢谢。恭喜恭喜恭喜！你们就等着看我们明天的大片吧。团扇是咱们这儿特殊的一个手工艺品。啊，是的。听说您建了手工艺的这个制造厂，也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啊，是的，因为农村妇女嘛，就可以灵活就业，又可以照顾家庭。哦，就是充实生活。这叫铺贴画，也叫铺对画。以贴它来源于打补丁。啊，打补丁。对，真好。嗯。这个最早的这个门神呢，就是从我们开封东京梦华路上售卖年画，都是反映我们美好的心愿，都承载着。你在我们家干嘛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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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以可以可以，太好了。啊，这个特别好。对对对对，乖乖的。那你早，跟哥哥早。对，很好。这种的吧，嗯，这种的。这边，我还往这边看呢。对，很好，很好，对对对对。要拍上合影了，这叫谈笑风生吗？你别老这么酷，你怎么回事？拍照呢，还是得酷一点。可以，可以，可以。对对，这个，对对对，哎，对，这样特别好，对。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酷哪儿啊？
欢迎大家来到桂林度假村。今天我们要进行金唱片销量争夺战。我们是砂锅肥牛，为大家请到了知名歌手李荣浩。大家好，我是刘申。欢迎汪苏泷。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啊！可不能再进了。周深还干着呢，隐形眼镜出掉了。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为了公平，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杀一哥。今天的终极任务。别跟我试，我求求了。我你飞奔的波士林偷袭。我天哪！小坤，上了。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We run never stop， 就想让你知道，大雨中我也在奔跑。